大家好，我是阿酸。第六张英雄卡小王子带着独特的技能帅气登场啦！技能皇家资源可以冲锋陷阵击退敌人，手速够快的话，甚至可以无损解野猪。护卫则是一个独立存在的单位，不因小王子死去而消失，也可以被克隆。整体数值可以想象成是骑士。越射越痛的机制让他成为难缠的后排，也因为火球以下的法术解不掉，增加了他在场上存活的几率。冲锋陷阵可以击退隐形单位，甚至是对向来车的冲锋冲刺，会产生一些有趣的互动。但击退不了滚筒。对于钻地机在地底的移动也是不影响。小王子可以对空，但技能冲锋陷阵不能。而看似强大的技能只能直挺挺的向前，这也大大限制了小王子的置放位置。重推型单位，不论是石头、皮卡还是矿工王，全部都能击退。反手能力相当一流。但面对射手的天克单位五升，就表现平平。好在护卫不会因为反击技能而反杀小王子，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啦。小王子可以搭配旋风玩一波 combo 连击，剩下一些单位间有趣的互动留给大家自行欣赏。你对小王子这张英雄卡的表现觉得如何呢？欢迎留下你的评论。我是阿酸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